我觉得最靠北的就是用了库巴 JR， 然后取消库巴 JR， 也不跟他打，这样我们就保有我们一定的优势。这样我不玩库巴 JR。大家都是库巴 JR， 为什么玩的比较懒？八四我不会玩。所以库巴 JR 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？是跟自己玩。惯了。真的是钉死的耻辱吗？
server。堕落啊！我是试试看啊！我是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堕落而已。酒太多了，靠！小弟兄，谢谢陪练啊！我的 JR 进步了很多。小兄弟，你有22000哦！你的 Are you kidding me？